8月14号晚上11:30，下去顶楼在拍的《英仙座流星雨》，今天是吉大奇的后两天。因为2021年的话，它在8月15号 ，GHR 是200，忽然间有了高峰，所以今年再去赌赌看。去年没拍到，去年天气不好，我记得。今天渔船好少。跟昨天拍不同的方向试试看，今天可以拍到基隆鱼，我试试看有没有把基隆鱼一起带进去。可以。另外这一台还是用对准的先后座跟引擎座，要用全幅还是 APS-C 呢？我再考虑一下。用 APS-C 模式来拍，赌大一点。看到不多，都小颗的，然后今天应该是没有另外一波流星雨，就这样。